怎么啦？你是因为这对夫妻，所以闷闷不乐吗？你就这么相信人性啊？人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改变的，不是吗？是啊，但我们也不认识他们啊，所以也没办法替他们做判断啊。嗯，反正只要我们有信心，可以比他们好就好啦。那万一到时候…… 我们做不好呢，孩子生了要怎么负责？老婆，不要一直这样庸人自扰。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出现，你就被困在这里，那我们要怎么往下谈下去呢？那就不要谈了啊！反正你也不懂我在想什么。不懂我又不懂什么啊？我们昨天晚上不是很好吗？我觉得我们有突破啊。 或许我们就可以往下一步开始计划，我们可以开始想生小孩的事情，我们不需要一直去被这些还没有。你确定我们可以成为好爸妈吗？我不确定，但只要你愿意，我也愿意，我们是可以学习的。生命就是不断的往前走，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当父母的，也许是小孩来教我们什么东西。去年初我月经没来。